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的夏文欣，我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向大家问好。今天是腊月29，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为了过好这个春节做了哪些准备吧，跟我来。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也要给我们的使馆装点上浓浓的节日氛围。赵川哥辛苦啦。没事，不辛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使馆的办公楼也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贴上了春联。这是使馆我最喜欢的角落，每次看到这片山犀牛，心情就会特别好。看到这朵浅紫色的小花，你会没有那么想家。干啥呢？干活去啊！啊，今天放假最后一天了，你还干活？哎呀，中非合作哪有假期呀？不说了啊，干活去了，拜拜。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在菲律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性法定假日。很多菲律宾民众都喜欢庆祝春节。顾师傅在准备大餐。要入境了，打个招呼。牛肉饼很硬。这什么声音？去看一下。哎。这不是我们警务联络官超哥吗？超哥，你在打拳？对，练练。练练，你这是把不能回家过年的思念都化成拳头上的力量了吧？被你看出来。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跟国内一样进入到春节假期了。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整个使馆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打年夜饭了。所以呢，我就叫了几个使馆里面关系很好的小姐妹。我们小范围的在我家里聚一聚。我们今天的 dress code 是红色，要红红火火。干杯啦！干杯！这位小姐姐，为什么不玩呢？在审核酸码。明天有一班航班的乘客把核酸码刚上门上，所以我正在审核。辛苦啦，加油！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处的环境非常的热闹喜庆。那么今天呢，我们使馆跟菲律宾当地最出名的SM 商场合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商场的一楼呢设置了一个新春的文化摊位。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耶！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耶！对，很好 ，OK。I'm taking a vlog to record all the Chinese young diplomats, how we spend our Chinese New Year overseas. So can you say something to the young people, Chinese young people, to say something? I'm shooting, yeah. You're shooting already? Okay. Yeah, already. To the young Chinese, both, this is how we Chinese,because I'm partly Chinese, celebrate New Year, and I hope you have a very good New Year in China itself. I want to say to my mom, the weather is changing, go out, wear a coat, sleep, cover your blanket, eat fruits and vegetables, maintain a healthy attitude.亲爱的爸妈，春节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20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办法陪伴你们的春节，祝亲爱的家人们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新年快乐。So do you have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I will say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这农村我背上的文化哦，刚才九，背上直接背九三天。